边一搭项链换，请我姐这山东看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2020年粮补究竟多少钱一亩？粮补发放的时间，请我给您说一遍。粮食补贴很会弄，补贴政策来执行，收入不高的农户给予他们些帮助，基本生活有保障，促进生活大变样，帮助种粮的农民增加收入早脱贫。今年夏粮大丰收，粮食补贴有没有？粮食补贴咋发放？百姓心里没有账，农民朋友都知道，每年6月30号为了种粮有保障，粮食补贴来发放。补贴标准不一样，各地都有一本账，黑龙江到海南、甘肃、重庆谈一谈，从新疆到西藏不同标准来发放，还有河北和河南粮食补贴谈一谈。有了总比没有好，不要比较和参考，各地经济都不同，补贴差异也能行，需要综合来评定，不会草率留狗病，都有综合的考量，不会胡乱帮倒忙。粮食补贴有根据，根据土地的面积、实际面积来补贴，不是一千八全缺，缺全面积都不按耕地面积实际算，农户流转给企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也算数，还有种粮的大户全都不能领补助，发给承包户农民，不能废了个别人。非农征用的土地退耕霸林还回去，挖个鱼塘养鱼虾，畜牧养殖来发家，还有发展林果业，绿化景观上台阶。改变土地的用途，天地常年来荒芜，这些都不去补贴，提醒大家别预约，种植蔬菜和瓜果予以补贴也许可。老百姓们去种田，一亩补贴多少钱？黑龙江省的大豆250元左右，去年相比没变化，其实变化也不大，玉米变化也不大，一亩30元上下，各地补贴都不同，完全统一不可能。好的政策快落实，百姓非常的支持，那个的支持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？谁安慰？